诸位宗门同僚，如今江湖乱世，我等得到金仙指令，擒拿魔王之子，今日斩杀于此，以赦天下魔羞，还我江湖安定。斩杀魔王之子！斩杀魔王之子！斩杀魔王！他就是魔王之子啊。对啊，不就是个少年吗？为什么一堆人围着要杀他呀？生而为魔，魔王之子就该杀，这也是得金仙之意。金仙是谁啊？这你都不知道？金仙骆明轩，他可是宗门赫赫有名的大人物。瞎扯，骆明轩怎么可能下这种指令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个少年做什么坏事了？就算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坏事，他本就是恶，恶就当诛。以此子之血，祭我同僚！祭我同僚！替我同僚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少年，要不要脸？哪儿来的丫头？好大的胆子！你又哪儿来的老头？好厚的脸皮！放肆！你是哪门哪派的丫头？可知此举是要与我宗门为敌？我无门无派，但我偏与你们为敌，又何妨？好生狂妄的丫头，胆敢放言与我宗门为敌，今日别说众位高手，若能打败我，便许你带走他。打败你？好啊，别怕，我带你走。对付此等无名小卒，何须您来亲自动手？无名小卒，来，慢点。我姓陆明琼，字招摇，别怕现在记不下，以后自会有整个江湖让你们记住我。臭丫头休要嚣张！
好打赢你，就可以带他走。我谁都打了，就你不上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天高地厚的丫头，宗门信守承诺，既然姑娘打败池之事，我们便如约放二位离开。稀罕，居然还有个讲道理的。梁门主，只是今日之后，我宗门十派将全力追杀姑娘和这个魔王之子，正邪不两立，姑娘好自为之。我自己的路我自己会走，用不着你们操心。怎么样？我说过带你走，就一定会带你走。你可是我救下的第一个人啊！哎，站住！哎，站住！走吧，站住！你把头转过来。平儿没有。哎，你。
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我说过我要跑了吗？该跑的是你们吧。哼，又想欺负他，没事吧？起来吧，咱们走。